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 x 加3哈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，那么它问说哈，那 k 会等于多少？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很适合呢用中口除法，或者说你直接带负3也可以啊。我直接带负3的话，就是说哈，这个因为它是它因式嘛，所以它余式会等于零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等于零。也就零的话哈，是等于多少呢 ？f 呢？负3，你直接带也可以。我带上去的话是负3的3次方，加3乘以呢负3的平方，减3乘以负3，啊减 k， 这两个这个是负的，是正的，哦负的正的，这两个消掉 ，k 移过来 ，k 的话等于多少 ？k 就等于9。哦，所以的话 ，k 等于9，或者说哈，你直接用除，用中口除法，一加3减3减 k， 你给它除以呢 x 减3的哈，哦，第一项不要，后面呢变号负3减3加0加0减3的负的正加9，啊，这个等于0嘛，也就是负 k 加9哈等于0。所以 k 就等于9，这样也可以。